根据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显示，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结合宿主体内的 ACE 抗体，也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抗体，那么感染宿主细胞。目前呢，蚊蝇体内的细胞呢没有发现类似的受体，所以呢不具备传播新冠病毒的生物学基础。此外呢，从我们目前的掌握的流行病学证据来看，全球目前没有发现因为蚊蝇等媒介生物导致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报道。新冠病毒呢，主要还是通过直接接触了感染者的这个呼吸道的飞沫而传播，或者是手部接触了被感染者污染的物品，那么再由沾染了这个病毒的手呢，触摸了我们的眼睛、口腔或者鼻腔黏膜而导致感染。